来吧，吃水果。不，吃不下，太撑了。你把我当胃都给惯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拍戏再苦再累都不怕，我就怕有一天吃不上你亲手给我做的饭，该怎么办？少来了，之前嘴就已经很刁。我知道你很喜欢拍戏，可是我实在不想你那么辛苦。 所以，如果哪天你不想拍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开米粉店。我做老板，你做老板娘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过上你所谓的家人闲坐、灯火可亲的生活。你还记得？当然，我什么事情都记得很清楚，我记性可好。小爱，谢谢你在我这个时候陪在我的身边。 相信我，一定会给你幸福。好了，少肉麻了。吃完水果，赶快回去了。我不走，今天我就住这儿了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你把我送回去，我还得把你送回来；我把你送回来，你还得把我送回去，来来回回送来送去，合适了？我还不如直接住在这儿呢。 干嘛？银行的房间是单人床，你让我睡地上啊？不不，干嘛？银行的房间是单人床，你让我睡地上啊？那你就睡沙发。我不睡沙发，我腰疼，腿疼，胳膊疼，我腿也疼。我每天都洗这么累的话，你忍心让我睡沙发？我腰疼，好痛，好痛啊！哎呀，你好脏，你先去洗澡。你跟他说什么？洗澡，怎么不能说？我等。 姐，我今晚跟雨轩约会，行？要是晚上回来的晚的话，你别给我打电话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你不信你回去问李轩去。我不信，我得走了。我再不走啊，这里就该闪耀到天际了。什么闪耀到天际啊？我说啊，我这个大电灯泡把整个房间都给照亮了，我还不走？拜拜！臭小子，你小心点啊！少跟我弟在那边胡说八道。我胡说什么呢？我就说我要对你负责啊。怎么？你不想让我对你负责呀？怎么这么蠢啊！哎，行，你滴到地上，盘腿施工。哎，你很脏哎！来啊！金黄的游戏，来喽！大白天喝红酒啊？这不是酒，这是我给药膳堂新配的蔬果汁。试试味道，要不要试试？不用。告诉你好消息，皮特给我来电话，说有个电影剧组需要客串一下，我要去做两天。这次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吗？对啊。哎，你也知道，以我现在在公司的地位，皮特能给我接个角色，我就已经很满意了，根本不指望他们能够配个主力。哎，我这两天刚好休假，要不我陪你去吧？你去给我当助理？怎么了？配不上？不是你配不上，我只是觉得，你也知道剧组的生活非常的枯燥，我是怕你受苦。不会的，我之前就跟朱莉进过组，我知道剧组是什么样。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那我去收拾东西。